就是圆山饭店。圆山饭店是个什么历史啊？是这个宋美龄，啊，宋美龄。对的，然后你看，它这个是有个山脉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台湾一条龙脉，龙脉。然后呢，为了就是让台湾可以什么，就是可以比较平顺，或者说希望台湾不要有什么动乱，所以它盖的位置是镇住那个龙头。风水好了，对，风水宝宝地了，对。圆山饭店，OK。上次我去过这一次。过了这里就是基隆了。现在我的朋友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基隆的市容，就走马观花，我们叫开车观花啊，该开车观城了。有了。码头了吗？对，码头，码头已经要卸了，要拆除了。Thank you.
还有我们中华民国传统。
这里基本上就是日本的文化，日本的。有时候我都在怀疑，这真的是台湾吗？你看看 ABC Mart 啊，这都是日本的。球哥真的是好福气。因为现在电视太流行了，所以他那个也没办法花很大成本在制作。可等一下，我们要走回来。好啊，好啊，这就是夜市，好不好？夜市，我们要进去。好好好，看不到什么，哇！九层刀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就是这种东西啊，九层板啊，这个是不，你是说要什么吃什么革命啊，吃革面九层，厚厚一层的哦，九层糕啊，好啊，坐下来好吧，好啊好，品尝一下，好好好，加个橘酱啊，到我这样你就都讲脱了呀，对吧，哎呀没必要讲，对了，坐这边坐这边坐这边，这就是那个昨天我们吃的那个不一样，它这个是叫做牛，坐下来吃啊，坐这里吃，坐这里，大家都坐下来，坐这里吃，坐这里吃，来来，这个毕生难忘啊，是吧？啊，基隆没吃这个会后悔哦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哇哇哇，这个甜鲜柿都没有人在卖，好了，那个啊，是吧？这个要吃什么？这个克莱一份。不，我告诉你，我来，谢谢。要不要先跟你说一下80块？好好，这黄色是橘子酱，那个金橘酱。Thank you.
Stefanovic。刺身。这都是日本的。中山高速公路起点。叫深根。